好物料提供在地青年发挥平台，也养成良好的运动观念。花莲市民代表蔡义阳特别发起纯正好球派对的活动，以3-3篮球赛结合了 DJ 与涂鸦体验，在白灯塔公园热闹登场，吸引破百位的民众到场共襄盛举，场面超级热闹。强烈节奏搭配起鲜明色彩，展现出无限的青春活力。这是花莲市民代表蔡义阳在日前特别发起的纯正好球派对活动，以3-3篮球赛结合 DJ 与涂鸦体验，在白灯塔公园热闹登场，吸引破百位民众到场共襄盛举，场面超热闹。我们花莲市其实很多小朋友跟大朋友有在运动、绘画甚至音乐上面有很好的天赋跟满满的活力啊，他们需要舞台来发挥，那我们如果可以做的就是希望可以给他们一些正面的影响。那这一次除了运动以外，打篮球以外，我们是其实最主要是希望可以结合一些绘画。那我这次是采涂鸦的方式。那在这些青少年，他们每天在这个公园打球，在这个篮球场，他们可以跟这个地方做一个连结，那就是我们是利用冠军的队伍，希望可以留下他专属的喷漆的涂鸦在这个篮球场上。为了提供在地青年发挥平台，也养成良好的运动观念，市民代表蔡义阳已经连续第二年办理活动，希望带来正面积极的影响。他也表示，期盼未来社区篮球场不只是球场，还能当作城市的画布，借由专业的绘画老师指导，把满满的创意跟社区情感连结，让花莲市更酷更有趣。记者徐立勤，花莲市报道。